为了要给东势厝的平安户甲新住民有温暖的五日节，婚姻观东势厝拉台妹关怀协会透过善心业者的帮助，即天伫咧素源宫举办活动，协会送出5000粒的肉粽来给东势乡公所，希望给东势厝的平安户有欢喜的五日节，也期待未来有更加多善心人士共同来相救。拉台妹赞不赞？赞！为着要让东势乡内的平安户甲新住民拢会当食到在地上好的肉粽，婚姻观东势乡大台妹关怀协会今年就号召志工，透过善心业者协助，准备5000粒的肉粽要送给东势乡内的平安户甲新住民。除了希望让大家有欢喜的五日节，也把东势乡上好的食材甲志工满满的爱心送到东势乡的每一处。各村的村长今天可以来，今天因为我今天是要发送那个边缘户跟新住民，然后我们粽子里面的内馅有香菇、三层肉、虾仁、红葱酥，还有鸭肉油。大家为了这个活动，大家就尽心尽力的这样子付出，无怨无悔，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。4000-5000颗啦，因为那个边缘户人数比较少，我们也花了好几天的时间，要前置作业，然后开始开包跟这样发送。东势乡长张建豪表示，非常感谢大台妹关怀协会连续3年都为东势乡内乡亲送出爱心肉粽，东势乡公所也会全力协助发送，让东势乡内的平安户甲新住民拢会当度过欢喜的五日节。上重要就是讲吼，咱跩义工吼，这正十工内底吼，拢是义工吼，出来吼。到白灾肉粽，因为这边吼白5000粒吼伫咧发放，因为过去平安户要发放着物资吼较少吼所以讲咱这边吼，咱那台咩协会吼，就安尼吼针对着咱的迄个平安户来发放安尼，咱嘛吼拜托咱的村长啦吼，咱各村的村长来到协助着吼，即个发放的工作吼，让咱的迄个平安户摕着肉粽吼。咱那台妹吼，跩义工亲手包的这个爱心粽吼，互因安尼一个肉粽节吼。透过那台妹关怀协会的善心，互东势乡内平安户甲新住民拢会当食到在地上好食的肉粽，嘛借着这个机会，甲大家的爱心分享出去，期待未来会当有搁较侪人做伙响应公益，为社会尽一份心力。记者陈嘉欣采访报道。